那么因为每个人遇这个佛，佛是圆照，遇到是佛的光明呢，那个我们说的层次不一样呢，所以那么会说，至少会在嘴巴上话说我是凡夫啊，那个多少要遇到一点佛的光明的。だからもう早ね、早く方の縁を持っている、方の光に持っている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が言えるんやけど。是说，就是因为有听闻到佛法，所以才能够呢知道自己是凡夫啊。だからあのイスラムやキリスト教や、それらの人とは、凡夫ということすらわからない。老师说，异教徒啊，像是伊斯兰教啦，还是基督教啊，他们连凡夫是什么都还都不知道。这个佛法的概念我进来。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没有遇到佛子的光明呢。だからそれを思ったら、もはやあんた方や我々はもう大きな佛法の光の中にいるってこと。所以老师说，想到这里，大家要知道啊。我们呢，那个就在佛智的光明里面呢。光の中にいて、光の中にいる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というだけのこと。那么大家知道说，原来我们现在佛智的光明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佛智的光明呢。だから光の中に、光の中にいて、光の中にいる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ことに気がついたら、もう。老师说我们呢、是在光，我们在光明中，但是不知道光，不知道光明呢。那么我们能够发现到说，原来我们在光明中这个呢，这个发现呢，这种佛子的发现呢，这个就是那个佛法的力量。だから気がついたら。結構だね、所以老师说，以前就是说这种有这个就是发现，啊，发现发现自己这个佛的光明里面，这个很重要。那个人間とは何ぞや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ずして人間でありながら人間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ずして生きとるんですよ。知らずして生きとるのがやったら意味はないこと一緒ですよ。人間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ない。そうそう。本当の人間とは何やったか。私は犬とは違ったというところはね。人間が考えている犬とは違ったと言っていることと、本当に私は人間でありました。犬とは違い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されるのは、これは仏法の光によって。老师说，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人，人啊，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啊，过了一辈子，就是说很多人他虽然得这个人生啊，但是他过的生活就跟猫狗没有两样，这个就是不晓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在哪里、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自己是人，能够知道什么是人，老师说这个就佛法的力量。私は犬や猫とは違っておったということは、一体私は何をすべきでしょうか。那么能够知道自己是人，不同于其他的动物啊的人，他就会，那这个人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他就会去思考了。私は何をすべきか、こんなにじっとしてられませんという。気持ちが起こっ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が、これが早い人間に生まれている証拠なんです。那么有那种力量、内在的力量驱使他来追求、寻找人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个呢，这样才是他得人生的价值的。我这个学校教育受けたら、もう大学まで行って。大学行ってもまだ足らない、もっと学問をやりたいとか、なっていく進んでいくでしょう。犬や猫やってはそれがないもん。所以你看我们人为什么有求知欲？你看，上了学校，进。にして、
自分の欲望ばっかりの方に走っていったら、これは、あなたは自分で自分を捨てとるようなもの、自分を自知する。那么呢、我们都受到这种真理、真理的光明的照耀啊。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受到真理的光明照耀的，其实我们众生都受到这个光明的照耀。但是、啊、素缘的人他就知道要来听闻佛法。没有素缘的人的话，他们就自暴自弃，我们说的醉生梦死啊，啊，然后在这种欲望中打转，这个都是这个众生相。私は一体何をなすべきかと、じっとしてられませんという気持ちになってきて、あんた方も大いに勉強していくんですよ。それをさせるのは、知恵の光ですよ。那么老师说呢，今天大家能够千里迢迢的来到这里听闻佛法，那么呢，这个就是呢佛智的力量，让进入到大家的心坎里面的，让大家去思维人的价值在哪里，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想要去求得这个真相，知道这个真相，那么大家到这里，那么这么认真的听闻佛法，就是有受到光明照耀的人。闇の暗がりの毒に催されたら、自分の暗がりの方向ばっかり進んでいってまうよ。欲の方ばっかり進んでいってまうよ。闇の毒にね、闇の毒に引きずられたら、人間が一生懸命になって真面目にやろうとする心が歪んでしまう。那么老师说，同样是身为这个人呢、啊，如果是中到这种黑暗的毒的人呢、啊，他就是不断的朝着那种欲望的世界去，那个就是不断的在那个欲望的世界里面打转，这个就是中到黑暗的毒的人呐、啊。こんなことはしてられんと。はい。自分の欲望ばっかりの世界走っていられませんという、そういう知恵の光を受けたら、そういうものが出てくるんです。那么受到这种智慧光明的人呢，他看到说啊，我就在这个欲望里面打转，这个这样子的人生不是太可惜了吗？人生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应该还有其他的。那么有这种力量让他去追求真理的，这个就是说到佛智的造诣的人了。这个心灵的光を闇の心の中に。受けたらね、心が真理の方に向かされるんです。那么老师说，我们的心就是无明烦恼嘛。那我们这无明烦恼的心，真理的光明进来，然后带领我们来走向光明呢、啊，这个就是佛智的力量。そういう光となって、我々を刺激し動かしてくれるのは、これが宇宙の。心象の力であると同時に、我々の心の中までその真理の光が入ったのを我々の心象のとこういう意味。那么这个测试驱使我们来追求真理、听闻佛法，这个力量就是老师昨天晚上跟我们讲，心性的力量、真如的力量、法界的力量，是这个真如法界的力光明、真理的这个光明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无明烦恼的内心呢。虽然是烦恼具足了，我们也能够弄有这种弄有这种动力呀、啊，这种动力驱使我们来听闻佛法。老师说，这个力量就是来自于这个真如心性法界。そういう心性の光をね、受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我々人間として生まれたというところに万物の霊鳥という言われる。所以老师说，能够领受这个心性的光明的人呐、啊，老师说这个就是得这个难得人生啊的尊贵可贵之处。好，人之所以能被说为这个我们说的万物之长，是不是能够说是万物的灵长？这个人的价值就是在于这里，就是在于人呢。能够那个领受你心性的力量，心性的光明。因为那个话，就讲呢，
自分の欲望を、目の前の欲望を満たされたら、それで満足するの。那么老师说呢，一般的畜生呢，像猫狗啊，他们只是安于现状，就是说有的吃，有的吃他们就很满足了，他们吃饱就睡啊，饿了就找东西吃啊，有的吃他们就很满足了。但是人不一样，有的吃他还觉得不满足，他觉得不够，啊，他会去追求真理呀、啊。けどあんた方はね、お腹いっぱい物食べたからって言ってもう何も。言うことない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うてられるんで。はい。所以老师说，在座的大家啊，你们肚子吃饱了就满足了吗？本当のものは何か言うて勉強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している。老师说，你们呢，就是说呢，除了吃饱以外呢，还有说这种知啊，我们啊，追求这种真理啊，老师说，哈。どこまでも本当のものを追求。せずにおられ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ものを持ってるでしょう。老师说，在座的大家都有股我们说的冲动也好，那种渴求也好，就是说希望要追求真理，希望追求我们说有真理也好，就是佛法啦哈。这个呢，啊，就是人啊，之所以为人的地方。真理の光に。育てられた目玉を持ってるから、心を持ってるから、だからあんた方、腹いっぱいで、ご飯が腹いっぱい食べられたからって言って、もう何も言うことない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られへん。腹は膨れたけども、こんな遊んでおられんって言って、研究センスが得られんという、その欲に燃えてくる。所以老師说、你们有領受到真理的光明的人啊，虽然是有人吃有人穿啊，但是你们还会主动的来，就是说听闻佛法，然后精进的求道嘞。老师说了，这个就是领受到这个真如光明的人的。だからまず私は人間に生まれておる。人間に生まれたことを喜ぶべしと。所以老师说呢，我们要先去庆幸，啊，庆幸自己呢得这个难得的人生。そういう自覚から出発せなかったらいいかん。所以老师说要以这个为出发点，先要庆幸自己得这个难得的人生。当然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ついでに生きているんだって、そんなことを言うた人が昔おったけどね、そんな泥臭いことであかんね。所以说呢，要不是我難しいですついでに。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犬に生まれなくて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のやからやな、人間として遊んで暮らしていくんだという、そういう人がおった昔。老师说在日本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因为他得人生嘛，他就是说呢，我们说什么要及时享乐，就是所以他就说就是吃喝玩乐啊。因为你这辈子不享受的话，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就是及时行乐，是说，哎，就是有这样的人啊。だけどこんなこと言ってるのでは、いわゆる犬人っていうね。はい。犬人。どういう字？犬というと死ぬというか。犬字ですか？犬字。死。あ、わかった。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無駄な生きざまということ。那么在日文讲这样的人呢、这种醉生梦死的人讲他叫做狗屎就是狗的下面死亡的死了，就是说浪费生命了。就是像狗一样死，像狗一样死，狗死。所以说这样的人呢、他就是我们说的行尸走肉了。せっかく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んだったら、なかなか人間に生まれられないんでしょ。老师说呢，要得人生很难很难哦，但是你得人生还这样子，就是说糟蹋自己的生命，那个就行尸走肉。まず人間に生まれたこと大いなる喜びなりっていう。これ現世界の
如果我们要，所以那个横穿法语啊，啊，有没有看过吗？横穿法语、啊，他那边就讲，首先要先庆幸自己的这个难得的人生。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の自覚を与えられる、自覚を与えてくれるのは光のおかげです。那我能够有这种庆幸得人生这种自觉的话，老师说这个就是佛师的光明。そうするとあなた方はもう遊んでおられんとなって自分の、ね、気づいきままで遊んでられないと。所以老师说你们惨啦、啊，你们那个已经有这种自觉了，你们就玩不了啦。这个话就说你会感到惭愧，感到惭愧。哈哈。所以那你们就知道，首先要学的是什么，最应该学的是什么，应该精进的是什么。だから人間とは何者か、どういうものか、一体人間はどこから生まれてきて、どこへ行くのか、これでいるのかって、そういう問題に突き当たって、これを極め尽くさなかったら、生じできないという意欲に燃えていく。所以老师说你们要有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动力，什么样的动力呢？这种欲求，什么欲求？就是说要去知道自己何去何从，要去解决自己何去何从，这样子才不枉费自己得这个难得的人生。哎，先生，好。そしたら、自分の気づいたままの遊び方の人生を送っていられないんです。哦，对啊，所以老师说你这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要解决之前呢，老师说看你能不能玩得了。そして。どうしても自分でやれなかったら山の中入って、人でも入ってやな。ほいで、全身、ダムハンで、ザレンでもするぐらいに、やっていくくらいの、そういう意欲が燃えてこそ、当然なんですよ。那么老师说呢，就是说真正有感受到这个人生难得的人啊，他会有那种力量，会有那种冲动，就是说即使入山修道了哈，也要呢，就是说呢，找出这个。解决这个生死一大事了，后生一大事了。如果没有这种欲求、那种欲望、那种愿望的话，那种渴求的话，老师说，那个就是没有真正了解到人生难得的人了。それをそんなことはやめたという、そんなことは嫌だ、やめたって言うてるのは怠け者でしょ。那么老师说，那个听闻这样的，遇到这个、听闻这个佛法以后呢？就是说很难呐、啊，不容易呀、啊，你就打退堂鼓的人啊，说那个就是懒惰虫了。对啦，西欧でもプラトンにしたって、カントにしたって、やっぱり人間とは何ぞやと、何をなすべきかと言って、自己とは何ぞやと、自己とは何ぞやということを追求したら。物とは何ぞやというようなところまで発展していくけども、それで一生積み上げていったって、やっぱりプラトンに立って、カントに立って偉いところがあります。那个カント翻成什么？まあカントは。那么老师说那个西方的哲学家普拉顿就是那个柏拉图，啊，看懂就是。康德。你看他们是哲学家，他们为了追求这种那种人生的那种找到那个目的、那个目标、那个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他们都很精进的，连哲学家都尚且这么真，就是说这么我们说的郑重面对自己的人生，何况是我们念佛的人呢？看懂了，嗯，看懂开始，普拉顿，嗨。不然怎么看到一道是哪在做那个康德是那个德国的哲学家。对对对。そこはそんな話まではまあやめておきますけど。はいはい先生。しかしそれらにしてもね、あれ彼らにしても一体人間とは何ぞやというそういう問題に突き抜けたい。就说了说康德他们那个他们一生在追求的。到底人是什么样的存在？いい加減な人生は送っていられないというそこ
过来来了。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这样的这种哲学出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忍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过。人間とは何ぞや、私は何に死に物に来たんかと。自己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的呢？来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呢？自己生命的价值在于哪里呢？人的价值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求知这个。何のために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たんかと。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来的呢？こんな生き方でいいのかと。你这样子过日子，这样过日子可以吗？行吗？そういう反省と自分は人間であるという自覚と反省と自覚で突き進んでいくのが、これが人間らしい人間です。老师说，真正像人呢，就是要反省。我这样子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吗？然后有自觉到自己是人的人啊，他就会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的人生。そしたらそこで。自分が どっち向いていくべきかが分からなかったら、その一番偉大なる人生を突き進んだ人を探すのよ。那么老师说，当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找不到这个答案的时候，那么老师说，聪明的人就要去依止已经解决这样的问题的人，这样的伟人、圣人。そしたらその中で、やっぱり世界の偉人と言われる人がね、ブッダを見つけるとか、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く。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谁呢？就是佛陀了啦。ただ自分はポカンとそしたら見つからへんから。所以知道要来学佛的人呢、不容易。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让自己的生命，我们说的什么？认自己生命。有句话突然怎么说？就是认自己，我们说自生自灭了哈的人的话，他就不晓得要来学佛了。だから目を大きく見て、周囲を見て、一番偉大なる人物を探して、そして自分のを導いてくれる手本になるべきもの人、それを探すね。所以老师说，我们要张亮眼睛，哈，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张亮自己的眼睛，去看我们周遭的人，有谁是可以让自己依止的？就是说他的人生方向啊，それをせずして、人は人、わしはわしやって言っているのも怠け者や。老师说。要解决自己的我们说的这种人生问题呀、这种后生一大事的人啊，他就去找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向上心を持たない、持たないようなことでは、生きながら死んだ生き方や。先生この前は何を言った？この前何言われました？向上心。自分のね、その目開けて、その自分の周りを見て、見るというね、自覚と反省。阿弥陀佛。自覚と反省ができないようなことではね、犬の猫と一緒や。所以老师说，我们呢，那个身为人呢，如果不晓得要来追求，就是解决自己的后生一大事的人呢，那就跟猫狗没有两样了。那么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后生一大事，如果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要去找善知识了。我在初一年那个时候，经常做朋友，所以自己不摸在那个摸在我们摸在那有那个时候啊，阿刚啊，所以老师说，我们要自觉自己是人，不是动物，不是猫，不是狗，是人。那么人的价值在于哪里呢？老师说，我们要去那个。好好的试问这个问题，反省跟自觉。不是，せっかく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らね、何をすべきかというそういうことを、自分自身に問い、また人に問っ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意欲が燃えないようなことではある。死んだも人間と一緒や。所以老师说，真正像人的人呐、就要去问啊，我
身为人应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就是说不断的去我们说的反省跟自觉的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人。华丽，你说什么？啊，嗨，华丽，华丽，华丽。時間です。時間？これからと思ってるのに。老师说才刚刚开始而已，你们就给我刹车。これから言おうと思ってるのに、終わりかよ。老师说好好戏正要上场而已，你们就给我刹车。残念です。那就下午还是晚上嘛。就是说看老师的精神，像刚才老师有精神，就可以进老师教我们标定时间。啊，对对对，真是。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好好，老师说，对，老师说这种心境呢，应该可以了解了。好，来来来，阿弥陀佛。
Thank you.
难得经已得，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得闻，佛法难闻经得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更向何生度此生，大众当自心皈依三宝，大众当自心皈依三宝。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好。ただいまいただきましたお葬式にもありましたようにね、阿弥陀仏のこと、阿弥陀仏の光によって上方家に人の賞を受けて、ここに三途の国安を開かれて、迷いの世界の中から生まれる人間の人間をいただいたわけです。ですから、これは仏様のお恵みを頂戴して、お恵みを頂戴して、仏様の真実を生かされきる、そういう幸せな人間の境内に出させてもらった。これは一人の阿弥陀仏の本業、教育によるところ。那么老师说呢，我们刚才说这个正信记里面，正信记就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嘛。那么我们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佛光照耀最第一啊，故佛又号光眼王啊。三途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应供。老师说，我们这辈子能够得这个人生啊，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光明的。依止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呢，这个三途黑暗才能够蒙光起的。这个蒙三途黑暗蒙光起，就是呢，我们才能够离开这个三恶道，得这个人生呢、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人生呢，知道皈依这个三宝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觉得呢，今年呢，国家那不是的，不是给了都，你生まれても仕方がないのに、人間に生まれたということは。阿弥陀仏のこの尊いお心をいただくご縁をもらうために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わけです。老师说，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啊，投胎为猫狗呢，都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既然能够得这个人生呢，所以我们不要辜负我们得这个人生啊，要珍惜得这个人生啊，因为唯有这个人生，我们才能够遇见阿弥陀佛啊。所以要珍惜这个人生，来听闻佛法。ですから、せっかく人間に生まれた限りはね、何はさておいて、仏法第一、阿弥陀仏の本願を国年相続する生き方をさせてもらうってこそ、人間に生まれてきた所詮があり、また阿弥陀仏の御心にかなうわけです。所以老师说，我们得这个人生呢，就是笃信三宝啊，那么就是闻信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这个呢就说才不枉来这个人生一遭啦，也才不辜负阿弥陀佛的那个救度啊。ですから、改めて思いをね、思いを改めて阿弥陀佛の子供として、将来にかけて決して。道を誤らない言い方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ことを阿弥陀佛の前でもう一度再認識させてもらう。所以今天我们在佛前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就让老师为我们证明呐，举行这个就是简单的皈依式啦。那么今天起呢，大家就是阿弥陀佛的孩子了。那么希望老师说不要辜负阿弥陀佛的这个悲心呐。就说我们要自觉，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孩子呢，在这个行为那个举止上面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要佛法第一，然后待人亲切，然后呢就是不要辜负自己是阿弥陀佛的孩子。今までに阿弥陀佛の
そうしたら大きなお育ての中にいながら、はい、お育ても知らずにおるまったことを深く懺悔しながら、はい、今日より、はい、さらに安全福の子育ての子供としての自覚を精進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いうことを、はい、改めて安全福の前で、ね、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是在阿弥陀佛的面前呢，就是忏悔呢，啊，就是无始以来啊，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中呢，但是我们却跑给阿弥陀佛追了。那么今日呢，我们在佛前呢，除了忏悔以往的那种罪业之外呢，从今日起呢，就有那种自觉自己是阿弥陀佛的孩子呢，然后精进。ですから、私は阿弥陀仏の子供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ね、はい、今まで忘れがちに言っておりましたことを深く懺悔しつつ、はい、改めて阿弥陀仏の子供としての生き方を今日より再認識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所以今天这个仪式呢，是我们人生的，我们说了再开始、再出发，好。那么我们有这种佛子 佛的孩子、啊、佛子的自觉呢，那么以往的就是说我们呢就不想要忏悔我们呢忘了自己是阿弥陀佛的孩子以外呢，就从今日开始呢，我们要有这种佛子的自觉呢，就是阿弥陀佛忘了的生活を今までやってきておりましたことを深くお詫び懺悔する、そういう気持ちをね、より一層強く意識させていただく出発点。老师说，今天呢是我们呢这个人生的出发点呢，啊，就说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就是忏悔、惭愧呢，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阿弥陀佛的孩子呢，无始以来让阿弥陀佛伤心，让阿弥陀佛追着我们跑。那么今日开始呢，我们有这种佛子的自觉以后呢，就是说今天是我们的出发点。那么就是说有这种，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要时时记得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慈母。啊，那么呢，老师给我们简单的开示就讲到这里了。那么这个是老师为我们每一位啊，这个取这个。那么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呢，老师呢就是说就是供养这个饼，有没有这个盒子，老师从来不丢掉的，老师那个饼呢打开来，那个这个是有颜色，但是这边是那个有可以写字的，老师从来不糟蹋任何纸张。那么呢就说老师这种饼干盒老师都拿来写法语的，老师家里我帮老师，我到老师家后，我帮老师整理房间啊。你知道老师的床铺下面都放什么吗？我放一整箱都是放这个，但是没有这么小啦，但是类似这个，就是类似这个一半哈、啊、这么大的。老师都把它就长久以来人家就是供养的这个饼，吃完这盒子一般的人都是丢掉，但是老师把这个饼干盒用了剪刀拆成。用这种裁纸机嘛，裁成一样的大小，然后放在那个小箱子里面呢，啊，放在那个床铺下面，然后这个就是拿来写法语的，所以看了让我很感动，因为老师他不只是嘴在说佛法，他的身体都是在佛法里面呢。那么好，今天哈那个有就是写名字来的呢，好，第一个啊，哦，好。那么你们这个是，其实这个回归一生啊，还要尊归啊，这是老师的亲笔记啊，这里面只有你的父母给你的名字，还有老师给你的名字，希望你们珍惜它啊。那第一位呢，好，又好，第一个是万历峰台，哎，万历峰台上去哦，好，这样子，万历峰峰，那么。赖文龙呢？赖文龙来，好，赖文龙，好，很
老师问你取这个觉字，智慧的智，因为老师昨天晚上在上的窗户要我们自觉，要反省。好，那么就是说我们仅在这个佛的智慧啊，我们都在彰显佛的智慧，所以觉字。好，那么你们这次来不管男女啊，不管年龄大小啊，都是觉字。为什么？因为你们这次来的不容易，老师也来的不容易，这个觉字有很大的力量，叫我叫瑞觉。决心啊，像可爱的现在叫进觉，这个觉是有很大的力量啊。那么这个，所以这次法云大老师举得很好啊，他们好好，真是太好。那么第二位叫陈志明，在不在？嗯，陈志明。觉照自己是凡夫，因为懂得自己是凡夫的，自然就能够知道阿弥陀佛啊，觉凡了。阿弥陀佛。林秀玲在不在？林秀玲。林秀玲那个立功的未婚妻，就那没有，已经回去了。哎，那个来代替了。等待立功的。来，好。那么呢，这个啊，这个谁在卖场？这个万一峰呢，哈，他们夫妇呢，老师给他们取的名字，老师前天就有讲到，哈，我们都活在这个万物的恩惠里面呐、啊。老师常常讲一句“恩海无量”，这是瑞金老师讲的“恩海无量”。所以你叫觉恩，你的那一代叫觉海，啊，这是很好的。这叫什么什么？海，阿弥陀佛。李霞是哪一位？你妹妹啊，那你等一下啊，你好，跟这不容易长的，你莫多么开那边长的什么呀？这个好，李金云哈、啊，刚好他的名字里面有个云呐、啊，那我们这星期也有云呐、啊。那么老师，你这个云啊，要绝云才是好云哈、啊，绝云，还可以莫多的是，他的妹妹叫李霞，那么老师去。那个觉真啊，就是对，然后呢，这个昨天老师为我们讲的心性真如有没有？好，这个阿弥陀佛，张一峰，张一峰，哎，稍等，这是。接下来是黄玉英，在不在？黄玉英在不在？在不在？等一下哈、啊，这个老师给你取的法名叫觉道，好、哦、佛道。因为我们就说呢，就恭喜你已经遇到了回本乡、回本家的道路得到了啊，希望不要忘记这次的法缘啊，所以叫觉道。阿弥陀佛，啊，功过到这儿，哎，功过到这儿，哎，阿弥陀佛，哎，那么啊，你的名法名叫觉子。啊、就是说，这次透过老师的讲法呢，啊，也受阿弥陀佛的慈悲，所以叫觉慈。黄宁英，啊，哎，对，啊，好，法名叫觉念哈、啊，念啊念念哈、啊，就是念念如啊觉照，啊觉念。阿弥陀佛，张庆娇，张庆娇啊。接下来是陈大已经走了哈，廖伟，廖伟，等一下哈，进来哈。这个张庆娇呢，啊，那么老师说呢，你这次来呢，啊，透过老师的文法，你就已经知道说什么是阿弥陀佛，所以你的法名叫觉信，信心的信，啊，阿弥陀佛叫觉信啊。那么接下来廖伟啊，那么这个。廖伟的法名，老师给他取觉光，光明哈，光明的光，觉光，哎，就是能够遇到真正的法名，就是遇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啊！希望不要忘记这次的法缘，阿弥陀佛。哎，是，来一个，那个，哦，那么还有人有在这里啊？这个叶全君啊，那么他的法名叫觉尘啊，那个。那个陈刹的陈哈，万圣星星里面。
绝尘，就是说不要，就是说哎，这个尘，我们就是尘呐、啊，我们就是烦恼呐、啊，好，那么绝尘就是透过佛的光明呢，我们才能看到我们是这个国民烦恼，这个最那个烦恼具足的众生呐、啊，对，好，绝尘，好，那么，嗯，修的人，对，那个右上是，对，可以，我来讲一下，哎，那个王家梅哈、啊，好。那个法名叫觉照佛，啊，那个我们这次来到这里啊，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中呢，所以觉照，啊，阿弥陀佛。这个黄维东，啊，不要不要，啊，这个黄维东的法名叫做那个觉敏，啊，因为。这个我们听闻阿弥陀佛的佛法呢，就是遇到阿弥陀佛光明呢，有遇到阿弥陀佛光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呢，这个被阿弥陀佛摄取呢，离开这个我们说的生死大海啊，望你好好的珍惜这一次的法缘，阿弥陀佛。那么其他还杨子莲，啊，这个杨子莲刚好他的名字里面呢，哈、啊，有个莲字呢。所以他的名字叫菊花，好莲花的。因为这次还有一个叫耿金莲，这个是哪一位认识的？是我母亲。你母亲啊，所以他的法名叫菊莲，好，一样是花，但是加个学士就不一样了。好，你来帮你妈妈拿。阿成大理嘞？也是弟弟。哦，他弟弟呀、啊。好，那么他的法名叫菊文，好，对了吗？好好要懂得多少学士，好。太算了，那弟弟叫觉文啊，要那个透过经文来，我们才能够那个知道阿弥陀佛的慈悲啊，阿弥陀佛，哎，好了，你们有报名的都写到了吗？啊，没有听到老师的，对不起，我记得，普隆达，哎，你，哎，魏国祥，那你有来了，但是这个不行，这个要那个。那你明天可能还有人来，但是老师要出之前。你那个你的法那个，我等一下在老师再点你。但是你因为他已经有参加了，所以可以哈。那么先生，この子いいです。いいことしよう。哎，那么现在跟老师点点，等一下要补给你哈。那你们正式的那个归正呢，由那个香港的啊，他们会先去给由老师，那由老师再发给大家。等一下老师帮你取好法名以后呢，再跟你讲你的目前取这个法名，好吗？要写生年年纪，好，性别籍贯，哎，再像这样子，好，好，那个，好，再像，那你写在这里好了，好，现在先供养，没还没有供养老师，先出去供养。顺，好，阿弥陀佛，叫觉顺，哈，阿弥陀佛，这是。
老师学的吗？哇，真像甘露啊！兄弟二人ともね、よう勉強はできる子です。重要、重要。
この子はどうやってできるのか。はい、よこの子もよう勉強できる。はい、できてもね、はい、だからあんたが勉強できたらね、はい、もう今日はこうしっかり勉強しなさい。はい、子供さんの仕事を教えようって勉強しなさい。はい、大人だから慣れこういう貧乏の家に生まれてきたかというのも、はい、人に感謝で分かってくる。老师说你既然很会读书的话呢，老师说你这样那个好好的来学佛学，这样你会知道为什么父母会这么早就死掉了，为什么家会这么贫穷，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因为佛学会跟你讲什么是因果。老师跟你讲啊，那之后呢，老师谢谢呢，老师家里面住一下。家里面住在四叔家住，我这边有，我这边有，他那边家，他住到那西叔那边。家がないんです。だからおじさんのところに預けられてるんです。まあね、現実にそういう幸せなね、なんで僕はこんなふうな人生に謝らねばならないのかと。それだけを見てるとね。世の中が嫌になってるんだ、だけどそこをね、誰のところに頼んでいっても救いを求めていっても、はい、本当に助けてくれ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のは普通なんです、だからそれをね、仏様の教えをしっかり勉強をするとね、はい、自分の合法ということが一人で分かってね、はい、今合法を人から聞いたってね、はい、そんなバカなことあるかって言って、はい、僕だけなんでそんな不幸せになるんだって言って、はい、処理できへん、うん、だから今からしっかり、もう30年も50年もかかって仏様の教えを聞いているとね、やっぱり僕の過去世の人間がこういう形になってきて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それでね、納得いくから。那么老师说呢，你现在还小呢，但是呢，你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要你好好的学佛，因为你学佛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呢。为什么会生到这样的家庭？为什么啊？就是说会这么贫苦啊？那么老师说呢，这个因为这个是业报，但是现在跟你讲业报，你会没有办法了解。那么老师说，唯有等你啊，将来去学佛以后，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是业报啊？你要记得业报两个字。那么老师说呢？就是因为这种物质的苦啊，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人生好像很苦啊，然后这个社会好像没有什么温情啊，会觉得很难过。但是老师说那个就是因为业报才会如此的，所以要你好好的学佛，因为学佛以后你才能够知道说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老师讲，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啊，太好。那个，万一有修我给那个，还有就是啊，我们都是啊，我们都是。万一有修我给那个，人间都是嘛，那种教育不带就不行了。不管怎么样，人生我努力努力努力。那么老师说呢，就是说，甚至因缘好好的学佛，因为。你学这种人的那种上人类的学校啦，学人类的那些就是说学问的话呢，只是会增加自己的心理不平衡而已的。最好的就是学佛，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心中真正的解脱，得到真正的快乐。那个一般有我师父，我师父说了，所以话，我这个他妈的都不我师父变的。人間同士の教えだけでは人生を逆恨みしてしまうから。所以老师说，叫这个孩子，要学就学最好的学，就是佛教学。那他如果学坏了，就是说一般的、上一般的学校的话，只是增加自己心里的不平衡而已啊。
学佛，这个才是
那个对你真正有帮助的。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大事なときが、大事な人生の、しようという道しるべを立てとかないか。老师说，学佛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别忘记了，不要失去这个目标啊。自分だけ一人に考えとったら、寂しいから、とんでもない方法に進んでます。对，老师说，你如果没有那个以佛为人生的目标的话，就说你可能会学错，会走岔路哦，走错路哦。啊，如果学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是说你会走错路。まあ、おじいちゃんだけじゃなくして、ね、お年寄りを大事にしていかないかんよ。はい。でも、不幸に何か有能力的时候、除了自己爷爷、爷爷好好照顾之外、看到年纪大的人、也都要去、那个、尽力去帮助老人的。そして、もう一つ言ったら、生き物を殺さないような接触、接触をしないように、物の命を憐れもという。はい老师说，尽量不要去做杀生的事情。虫でも早く殺してやったら早死ぬよ。老师说，看到那个虫类啊，不要轻易的去把它们杀死。杀虫杀鸟，尽量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虫来了，你还这样子咯？好，尽量那个放心，不要做杀生的事情。先生，この子あのそのすごく貧乏してるから少し。まあ、お金あげなくても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は、あげてやったらいいですけどね。はい。どうしてあげるか。Oh.
里面的段文。是吗？对，很好听。你念白字，念给我听。很好。光颜微微。化妆啊，光颜微微，这个一般我们中国还很少人念，但是在日本的话，这个很多人念。嗯，嗨，光颜微微。啊，夏季是不是宝擦妆容？不是，微神无极。光颜微微，微神无极。什么？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白天找时间，这里的人会教你念，好不好？好，学生会教你念。还有我们刚才送这个战佛记也好呢，这个重视记也好呢，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呢。这是记，所谓的记就是赞叹，赞佛记就赞叹佛的功德的。因此，我们要用赞叹的心来念这个时候呢，那个，因为温柔举像光烟微微啊，那么大家从微神无极如是烟，那个极名要拉音，这样子你听起来才很柔和，不然你就很像切菜一样。我练一次给你们听哈，你说哈，光烟微。微声无气，如是烟迷，无语等者，日月摩尼。这个是错误的念法，这个就很像在切菜一样，念起来很不舒服，不像在赞叹佛。我们真的在赞叹佛，就很像唱歌颂一样，好，就像好。你再重念一次，这是正确的哈。光烟微微，微声无气。因为每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你可以换气没有关系，但是就是要保持接下去的，这样子旁边人听起来会觉得很舒服。你们刚才听里面大家送这个，觉得舒不舒服啊？舒服，对不对？它有股很舒顺的力量出来。好，阿弥陀佛。好，让我们徐老师帮我们讲话。哎，对，等我走。哎，等我走。今の三仏目、これも三仏目でもどちらでも言いますけどね。これは阿弥陀仏の昔